位于2015年，企业法人代表基麦德，注册资金8600万元，公司员工189人，工程师15人，其中技术人员76人，是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许可的 B 级锅炉生产企业，第一、第二级压力容器的制造企业。金泰锅炉专心致力于热能领域，坚持不懈地开发高效、安全、环保、节能的生产加热设备，把丰富经验和知识转化到设计和开发当中，拥有国内领先的供热技术。公司拥有门类齐全、工艺精良、技术先进的加工、焊接、碳伤检测等专用设备。公司开发了全系列的功能设备，包括燃气、燃油蒸汽锅炉、热水锅炉、热风炉、导热油锅炉、真空锅炉等。现有产品23个系列，238个规格型号，产品畅销全国省市自治区。公司成立了对外国际贸易服务公司，设立海外多个销售网点，并出口东南亚、非洲、中东及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。金泰锅炉的质量管理体系率先通过国际权威系列认证，完善的检测手段使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保证。公司金玉泰商标被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，产品被评为河南省名牌产品。公司先后获得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书、中国优质锅炉放心产品荣誉证书、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、3A级信用企业质量全面达标企业等荣誉称号。公司以产品质量是生命，科技创新。